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一透早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语，将伊放伫心肝内底，加做咱心内的快乐甲转换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约书亚记第十五章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了后，因就开始征战。嘛，照着上帝所应允的，因拢有家己的产业。伫第十五章就记载犹大支派的产业。伫这个中间，咱嘛看见加勒嘛有得到上帝所应允要予伊的所在。所以伫经文中间，咱知影上帝的应允，伫信靠伊的人是信实的，是无改变的。伫记载地界。甲所得的城市了后，经文的最后有讲到，因无法度将亚伯苏人赶出来。唔知影大家敢有想过，为虾米上帝将土地赏赐予犹大，却让犹大无法度将亚伯苏人赶出来？当咱看《史书记》的第一章，咱就会知影是为虾米原因啦。因为当上帝差派犹大去征战的时阵，犹大却因为怀疑、惊吓，并无随去征战。伊乃是去邀请西缅做伙去征战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看见犹大并无全然信靠上帝，而且伫征战的最后，无将亚伯苏人赶出来，嘛是因为惊吓。对方有汽车，就将上帝的话语甲应允放一边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是被拣选的家人，是活在上帝的应允甲祝福的一群人。但是，咱常常拢会亲像一些的百姓同款，拄到一挂代志，就将上帝的话语反复放袂记。在进迦南之前，上帝就捌吩咐，因爱甲迦南地的人分别出来，但是因却无听上帝话，嘛因为安尼，才会迦南的民族就成做因的捆绑。就后壁史书记这段无好的过去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思想经文的时阵，咱会看见上帝。对伊的应允，对地界、甲城市，拢记载清清楚楚，是遮尼爱认真。但是百姓却是无将伊当作一回事，凊彩的回应。嘛，直到最后，因伫迦南地失落，看到这段历史，毋是要对中间看见咱较好，乃是要对中间正做咱的提醒。予咱搁较侪警醒伫上帝的话语中间，将上帝话语认真藏伫心肝内，真真正正的活出来。望咱对今仔日就立志活伫上帝的应允内底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台主，阮搁一摆献上感谢，主求你保守阮，因为你的拣选，阮真侪囝儿，阮着立志要专心来跟随你。主啊，阮将你的话语放伫心肝内底，卖予阮清清菜菜过每一工，乃是伫你的话语内底，阮认真过每一工，活出上帝你的欢喜，活出上帝你的荣耀。献上阮的感恩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